现代妇女基金会，你好。印象中，她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孩子，但她已经有。就是带身上带了三个小孩这样，其实刚开始就是他很焦虑啊，然后很慌张，然后没办法做决定，因为那时候刚受报嘛，然后离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会很担心说，是不是社工人员哦，或是说，因为他以前可能在报案啊，或是说可能过去。被服务的经验也许可能不是那么好这样子，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就是他的前夫可能会跟他讲说啊不会有人帮你啊什么什么的。那不过因为他那时候其实还很混乱嘛，那所以其实做比较初期其实做比较多的比较是陪他谈，然后稳定他的情绪。其实一开始不是打，也是摔东西，也应该是骂，后来是摔，丢东西、砸东西，然后后来才是打。你知道那种被过肩摔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从客厅的这一头飞到另外一头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也想说不懂，说这样子其实是家暴。可是他每一次他打完你，他都会跟你又跪又哭又求，然后你就会，通常女生就是。就会心软，可是大家在隔一段时间，就是你会觉得他是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周期性的，他可能跟你好个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又开始，然后再就是一直在轮回，那个规律一直在轮回。第一，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我能去哪里？其实那时候没有想过说我要一个人走，因为会觉得说我要带着孩子走这样子。然后第二，我能走去哪里？第三，我没有任何的工作，我甚至没有任何的存款，没有任何的，我就觉得说我走了，我能去哪里？而且那时候有一种感觉，是那种天下天地之大，没有容身的地方。案发的第一时间是在半夜凌晨嘛，哈。所以我到医院现场的时候，其实那个月份其实是不是很冷的月份嘛，哈，那可是我却全身在发抖，因为我在叙述过程一直发抖。他的故事其实很常见，对，他就是很参加了一个很稀松平常的聚会，跟他熟悉的朋友参加了一个聚会，然后那天晚上他喝醉了，然后他就是酒醉后被他认识的人给性侵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对他的破坏有多么的大，对，他只是准备好去参加一个饭局，对，然后都是他认识的人，或者是即便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他也认识他们，他信任要他去的朋友，对，但是最后他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去报案的过程里面，当时两个女警的外套都给我穿了，然后连社工的衣服也给我穿了，我还是一直发抖。那在过程里面，因为这个叙述的过程很长很长，要很多个小时，我都忘记多少多个小时，可能到八个小时有这么长，我忘记了，很长，那时间非常长。回家之后会开始恐惧，会开始害怕，会开始忧虑。报案之后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多么大的
问题。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退缩，害怕，开始自责。我自责说，我自己怎么会这么笨？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是我？有太多被害人问我，我做错了什么？这句话我无法回答他。而且每次他们问我的时候，我都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受动摇。对，我也很想大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在我听了无数个故事之后，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不断的在重复？担心，在发生什么事，就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都会很紧张，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还是会很鼓励你跟諮商师谈一谈这整个。承认在那个时候我陪伴他，我其实也很无力。我其实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只知道我可以听他说话，即便我听得不清楚，我听不懂，我难以理解他到底怎么了，但是我就是听。所以我花好多时间听他说话。他还有念书，他还有工作，全部都停摆。对，那你也可以想象他在这样全部的停摆的状态，他有多恐慌，他日子必须过啊，他要怎么面对大家，他还有家人，对，他要怎么跟家人说明这些事情。这其实都是不只是他，就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是面临这样的事情。对，然后他要跟谁说，他要跟谁讨论这件事。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可能是那个唯一的人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今天的工作，其实我跟你讲，真的赞。其实很多人看我外表会觉得说我应该看不出来我的行业，我做的是什么？我在做的是，我是居家管理员。那我们可以是小管家，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帮。其实我的服务范围很广，有照顾小孩，然后打扫，然后甚至客户要买东西，我们帮忙买东西。做这一行，我做我这个居家管理员，可能我给客户的感觉跟其他的管理员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其他管理员可能那个家管员去家里可能就是哦，我就是帮你打扫，打扫完我就离开。可是我跟我现在手边的这些客户，我们是谈，真的是朋友。我觉得他当时可能就经济的独立能力也比较还没有被培养起来，嘿，所以他其实，我接触他的时候，可能我接触他的时候应该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应该是没有工作的状态，就是长期都是一个家管。先生其实不太让他出去有出去的机会啦，然后买菜是有在限制时间的，然后也是会打电话问他人在哪里呀、啊？对。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其实离最近的 7-Eleven 可能走路可能不到五分钟就到了。然后他要求就是我去 7-Eleven 买东西，出门前要先打电话讲说，我现在去 7-Eleven 买东西哦。好，你要买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买什么。他说好，你去。好，到了 7-Eleven 不是那种叮咚。或者有的时候什么欢迎光临嘛，他就要听到那个声音，就证明说我是人在 Seven。对，然后呢，好买东西嘛，那买，然后再打电话给他说，我要回家了。然后就想说，你买东西为什么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买？那我就说啊，没有，可能跟店长聊一下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认识啊，你有什么好跟人家聊的？就问内容，然后就说，然后讲说好，那你现在回家，好，那你就回家。然后就再打给他说，我到家了。然后就要求听一下家里附近的家里的声音，这样证实说我是在家的。这样哦，后来，对啊，后来陪我吃饭。
所以那时候其实不管是带孩子去看医生还是去买菜买，就是一些很对你们而言是一种很日常生活很小的事情，对我而言可是就是造成我那种精神的压力会很大。没有原因耶，他就是只要喝了酒下去，你只要可能那种一点点小事情他就可以不开心，然后就会晚上就我就反正就大家就知道说啊晚上大概又惨，可是有的时候逃得掉，有的时候逃不掉。对，他那时候就是我前夫就是这样子掐着我，他就跳上去就往我前夫的脸那边出爪子。从那天开始之后，我只要在房间睡觉，黑蒋就是守在我床尾巴那边。他就是黑蒋，黑豆浆。对，是我们家第一只猫。它是一只有狗的灵魂猫的身体。就是那一次他打完我，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小一，他趁他爸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啊。我说其实不懂他走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带我们离开。我说只是，我说妈妈想要给你们一个完整的家，就是有爸爸有妈妈有你们家。他说我有这种爸爸跟没有这种爸爸没有分别。他说从他从小到大，其实还没多大，才小一而已。他讲说，我所有的学校的活动，都是妈妈你一个人带我们去参加的，包括看医生、出去玩，我们出游的照片永远都是我们母子四个人，对，然后永远都没有爸爸。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好像他对孩子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那个影响。我就打给怡玲。说，其实这中间从第一次被通报到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其实大概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对，然后我就跟怡玲讲说，我确定要走。然后怡玲说，你考虑清楚了吗？她说之前都要你走，你都不走。我说对，我说这次孩子讲话了，我说我要为孩子勇敢一次。我自己很难过的时候，我可能是好几天就是都在床上哭，然后电话也不接。可是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我只希望法律给我一个公道。我用文字把我自己的心情记录下来，所以我写信给检察官，把当时的情形做一个说明，再把这个我自己内心的痛苦跟折磨煎熬也写进去，然后再把我的无助也告诉检察官。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是后来那个荣任开始一直跟我联络，给我很多的资源，包括他帮我介绍律师。因为荣任跟我们算是他照顾我很久了，包括连出庭哈，我给他封了一个这个外号叫无敌女金刚啊，因为他个头也高嘛哈，然后他在保护我，我什么都是靠他，有他在我就很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他不想委任律师，他可以跟法院沟通这个隔离开庭的这件事。对，那我今天要帮两个个案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其实第一个个案他因为他说他本身是律师，所以他来法咨，他觉得他有点为难。有时候被害人他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或者他对于要揭露这件事情，跟任何人揭露这件事情都很困难，他不愿意会，不见得会愿意来法律咨询。
对，因为我们的法律咨询都是来跟律师面对面做讨论。所以在我们性侵犯罪防治法里面第十二条，它特别有做了一些规定，譬如说因为职务或者业务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啊、出生年月日啊、住居所或其他足以识别他身份的资料啊，除了法律定有规定之外呢，事实上是要保密的，而且警察人员必要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会帮他就是找机会问律师。那我觉得我们很感谢，真的很多的律师都很帮忙我们基金会。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还蛮无奈的，然后还有一点恐惧，因为我知道我 每打一通电话给这个服务的对象，很有可能吓到他。也有被害人这样回馈我啊，说我真的很害怕接到你的电话，可是你的电话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很怕漏失哪一个讯息，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对，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关心你的生活，我要关心你到什么程度，还是其实我打电话给你都是在提醒你你发生过这件事。在这一路上我几度都想自杀，几度都活不下去，因为这个官司很漫长。对我来讲，我就很感激现在妇女基金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出口跟安慰跟支援，他给了我很多方向，他第一时间他帮我安排了容忍，他帮我安排了心理咨商，让我学习怎么勇敢去面对这件事情，让我知道我并不丢脸啊，做错事的是别人，不是我。司法案件的一个结束，其实不一定代表我们的服务就终止。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继续陪伴你，到你觉得我准备好了，我要重新走我的人生，我要继续过下去，开不一样的花，结不一样的果。假设一年后、两年后，我当初没有去报案，我心里会不会有遗憾？也许会哦。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样？你要终身遗憾吗？还是你勇敢打一仗，然后帮助更多人？就这么简单。在要离开我最原先的住所的时候，对方其实就是一直在阻扰。跟他分开这样子，其实最怕的就是小朋友会不见。好，你让叔叔拍一次。快点！好好，快点啦！好笑，牙齿露出来，好笑，好很开心。来，哥哥你也笑开心一点。都是依琳他们，就是现代妇女那边一直在帮我处理，然后依琳就开始帮我想办法，看怎么跟派出所那边联络，然后如果遇到没有办法沟通的远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跟他讲，然后再从家暴中心那边去寻找看有什么样的可以帮助。 就等于说他帮我联络，就把我可以利用的这些，他帮我弄了一个网，就是我就让我知道说啊，我需要帮忙的时候，遇到什么样困难，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帮忙。对，其实我们比一般的受暴家庭，我们真的很幸运，所以基本上我们走到现在，其实已经算是苦尽甘来了。对啊，其实回想那一段会哭欸，真的会哭，因为我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我，除了社工，我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安全联络人。我都说安全联络人写现代妇女基金会。人都好久不见了，对对对，一年。OK， 我们今天是攀岩，然后呢，一个是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是前面那边，那上面那边，然后那个就是军舰岩，那个就是军舰岩。我们今天，然后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然后让我们能够突破，然后往我们的梦想实现。先把它转到最松，然后
戴上去之后，然后记得这个帽子要齐眉，然后这个袋子要在你的下巴的下面。我很多朋友这样从那个时候看我一路到现在，他们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心疼，对，那他们也是觉得说当时他们其实很无能为力。我相信，因为其实我现在周遭也有几个是受暴妇女的朋友，所以那时候可以体会到那时候其实家暴社工就是他们的那种无力感，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那时候想救你，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嗯，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要勇敢，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的孩子，你真的要勇敢那么一次。那我知道要踏出那一步其实真的很难，我相信很难，因为我自己也踏出去过。右手不要动，没有动，你往后往这样子，因为你不知道你踏出去之后的路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不知道能不能去应付去处理。那我只能说最坏的状况你都已经走过了，那还有什么状况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